一名黄姓毒虫日前为了躲避警方查缉，在吉安乡高速冲撞，造成三辆车毁损，四人受伤，事后徒步逃逸，设下多处断点。还有共犯协助躲藏在寿丰山区，吉安警分局联手刑警大队，经过六天围捕，终于成功逮人，而协助逃逸的友人，竟然还是逃亡五年的同起犯。黑衣男子打赤脚拔腿狂奔，一个转弯处就溜得无影无踪。日前他开车连撞四人后弃车逃逸，警方在他车上搜出毒品和吸食器，经过将近一周时间追捕，终于将这名黄姓男子捉拿到案。喂，这里黄姓男子逃跑路线曝光，原来他进入农村后翻越围墙继续跑，晚间再搭乘张姓友人的车制造断点，增加追捕难度。警方隔天发现车辆开上苏花公路要离开辖区了，赶紧前往拦车，不见黄姓男子却有意外收获。那个拦道车是谁？什么人？警方调查，协助开溜的张姓驾驶正好也是一名逃亡五年的通缉犯，他供称七号开车载着黄姓男子躲进寿丰山区公寮，警方锁定范围，13号下午2点在寿丰水莲一处民宅成功逮人。黄嫌对肇事逃逸的犯行坦诚不讳，询问后全案依涉嫌刑法杀人未遂、伤害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狡猾的黄姓男子跟着张姓驾驶逃之夭夭，却害得友人藏了五年的通缉身份露馅，遭到一网打尽，也宣告这场警匪追逐战由警方大获全胜。记者林明进、徐林晴，花莲报道。